感谢上帝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去这个中国来服侍。那在我们服侍当中，看见神的同在荣耀降临。好，让我自己来分享，就是我自己所领受的。可能是因着是睡眠不足，是疲劳的关系。有一个早上我就头很痛，从早上就痛到傍晚。因为我们一到那个地方，我们傍晚就很快的，我们冲凉，傍晚就要去服侍了。那么我到了聚会的时候，我就坐在那边。当然，在当中我有祷告，但是那头还是很痛。后来我到了聚会的时候，我就坐下来的时候，我就很单纯的，我就说：“圣灵啊，我说，我现在头很痛，我说你先来服侍我，你先来服侍我，我才有能力去服侍，在下的弟兄姐妹。我说圣灵啊，你来充满我。”我就是这样单纯的，我就做这一组的祷告。祷告过后来牧师，后来就呼召们出来的时候，当我出来为人祷告的时候，我感觉到，就是我当第一个我出来进来为人祷告的时候，我的左脚圣灵在充满我，一直在抖，就是个脚一直抖，大概有两分钟，我就感觉到是圣灵的同在在我当中，耶稣医治了我。后来我为人祷告的时候，我的头痛完全没有了，而且加入让会给神仙，我的头痛完全没有了，完全复原了。后来我就发觉圣灵，当我这样出来祷告的时候，我的脚，我知道圣灵在充满我。当我去按为人按手祷告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到那种圣灵的恩膏能力啊在我身上。当我碰到那个人，那个人就倒；我碰到那个人，那个人就释放得医治。这个圣灵的同在恩膏在我当中，做的时候我们就是单纯的跟神讲：“神啊，你来服侍我先，因为我需要神仙来服侍我啊。”所以我就单纯的祷告，就是神垂听我们祷告。当我们相信的时候，你看见神的荣耀就彰显在我们当中。阿门。将荣耀归给神。首先是真的很感恩，可以去到这个中国的这个服侍里面。然后在这边服侍里面，其实我跟阿侃是互相就是配搭，就是我们就好像轮流，就有一天我们是一个人负责拍照，一个人负责祷告，一个人负责拍照，一个人负责祷告，所以就轮流了。所以起初呢，我是很逃避的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不可以为人祷告，我就因为我还这样小嘛，然后出去都是那种安哥安弟，然后有时候你不是为安哥安弟，你是为那边的牧师，你是为那边的领袖祷告，所以对我来讲，我是没有那个信心，我是不敢去为他们祷告，所以我是逃避的，我都是选择我去拍照，我不要去为人祷告。可是我们是被逼，就是轮流，今天你拍照，明天你就是要为人祷告。所以当这样子虽然是被逼的情况下，但是真的看到就神的做工，神的同在，每一天的早上我们都有就有那个。自己先来一个大概是两个小时这样的祷告先，所以我觉得那个也是很好，就是让我们自己先被神充满，先有这个从神而来的充满，然后再去服侍其他人。当中就有看到其中一个，就是我为一个人祷告，他是喉咙这边啊，他是有几年了不舒服，他是吞口水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很不舒服，已经是有几年了。因为那时候早上我在祷告的时候，我就有看到这个就有这个感动，就要为这个人祷告啊，所以就去为他祷告。然后为他祷告之后，他就讲他就真的是好了，所以就不让鬼神，然后就那个信心真的就是他讲他自己也是很吓到，就哎好了啊，就为他祷告，他自己也是吓到样。然后有很多其他人就看到神真的是信实的神，真的是带领啊。神的恩典够我用。对。当我去中国的时候，我开始学习看异象。本来我看异象都不是很厉害的，但是上帝给我开了我的眼睛，让我能够看异象。当我被那些牧者，全部都是牧师同工看异象的时候，上帝特别给我明显的看见他们的需要。所以上帝非常的信实，当我们祷告寻求他的时候，他一定给我们的。因为他说当你凡你祈求的一定得着吗？他说了吗？所以我们要捉住他的应许。在这个时刻我 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很渴望看一下，每一次看一下我都让我看见他们心中的需要。所以鼓励大家要出去宣教，要去看一下，要学习，要操练，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，当你祈求一定得着的。
我感谢上帝用我成为中国人的祝福，感谢主。感谢主哦，这次能够去到中国，也是神的恩典啊，神的恩典给我们用。当我们祈求的时候，每一季每一季都出现在我们面前。当我们去到的时候，第一站就是在惠东。惠东的时候，那边的人哦，他很积极，很诚心，但是他们就是缺少帮人祷告和圣灵充满。当我们牧师在讲圣灵充满帮人祷告的时候，哇，他们整个每一个都是很科目，每一个都很科目。我们也带领他们，跟牧师带领他们帮人祷告。我看一般几十个里面，最多是三四个有帮人祷告。不过帮人祷告，他们也是很少出来用，他们都是用悟性的祷告，只是求要什么要而已。然后牧师去到那边，也教导他们帮人祷告。帮人祷告圣灵充满的时候，当然那边的时候圣灵充满，你就感觉到神的同在。他们在我们一祷告的时候，一祷告，他们个个都是自己坐住在那边冷静，你会看到他们悲伤流泪，就是圣灵在当中运行在他们心中做工，圣灵在他们当中来医治他们，慢慢使整个场面都是每个都很忧伤了，得了释放，得了医治了。有的有病痛了，我们为他祷告，祷告过后有的腰了，祷告过后，等一下你再去问他，他说有没有好一点。不论是腰也好，头也好，颈这边颈项也好，每个都得了一次了。所以这次去到那边，我也是很高兴。所以我们每一天起来晨祷的时候很重要，我们牧师讲晨祷很重要，一两个钟头不需要在那里祷告祷告，寻求神，寻求圣灵的带领我们，去到那边才能够看到异象，才能够看到异象，也可以讲对他的心事，神在跟我们说话。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神在跟我们说话。当你在为他祷告的时候，你讲出他的心事，你一讲出他，讲中他就马上哭，可以抱住你哭到很大声。所以说，神知道他的需要是什么，我们为他祷告也是知道他的是什么。所以我们具体求圣灵在他身上做工啊，每个也得到圣灵的充满，觉得圣灵是很重要。祷告，我那个方言祷告也是很重要。所以那边的人是很缺少，但他们就很渴慕我们，跟一起我们再过去。等下祷告回来了，他还有从头再排过，还有你祷告祷告，你祷告祷告，你祷告。那我们说啊，你不是祷告好了吗？然后这边好了，这边还有，他还是来祷告，还是从七八个人站过，有那个人祷告会，我说我第一次祷告，是祷告不会完的，他觉得你看清楚，原来是不是一家祷告的。有祷告，有跟他那个好了，现在还有脚痛痛啊，你老师，他们都是真的是很科目，真的很科目，就是缺少方面祷告，而圣灵充满那边比较少，圣灵充满，这圣灵充满真的是很重要啊，去到那边都很开心啊。虽然我每次都是有脚痛，如果不是有神的同在，圣灵的帮助我，我每天不可能，如果就要去瑞莲家爬山了，我不要瑞莲家了，爬脚痛不要去，我们可以住在这栋楼五楼。去另外一栋楼聚会，可以去聚会又回来，聚会又来，一年又爬几次，爬那个五楼，爬三次四次，这样子上下上下，虽然久一点辛苦，但是我们心灵上还是很喜乐，出去还很喜乐，尤其是他们对我们很好了，哇！他你去到那边不是他每一站，每一站他都会买东西送给你，因为他们很热情，因为他们有感受到有的医治，有的释放，他们开心，有的送雨伞啊，有的送酒啊，一直买东西给你是就对了，不然也不怕吃了话不来回来啊。然后最后一站是全部是跟牧师，全部是牧者同工他们祷告，我是有平凡的信心，我说我诚心诚意为他们祷告，神一定会祝福他们。我也不怕错，他们是牧师，我们不敢跟他祷告，我是凭信心跟他祷告。但是他们那些人也是有得了释放，也是得了医治。我看他们跟一切神的同在，我也很高兴啊。我也高兴说，我这把年纪还能给神使用，还能够出去，真的是很感谢主了。到最后一场，他们一个大大的桌子请我们吃东西。我们跟别人两个人算十五道菜了嘞，16、17、18，哇，来到20多道菜，哇，这么多菜，而且我这么老了，真的是谋生
跟某某生恩宠才能吃到这样多这样多的菜。我看那个厨房里面的菜都是全部煮到我们出来了，我不觉得我们去了，不是有神的恩宠了，神奇以前宠我们的，所以我们去到那边都很开心了哈。好，非常感谢。我们25道菜，大家讲，25道菜，所以很感谢神，要先谢谢我爱我们天父。我觉得在印尼的施工之后呢，就去中国，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惊喜。就是当在联系的时候，觉得很多我们都是第一次，就是因为微信然后才认识的。所以我就看到说，在联系方面，上帝给我这个恩，因为你要讲话也要讲好来，然后要沟通也要沟通好来。如果一句话错了，那我们就不用去了，就这意思哈。但是我觉得神给我很多恩，很多恩在跟他们沟通，然后包括去到那边呢，他们也很恩宠我们，送水果什么都送，包括钱也送，就请我们吃饭啊，所以很有恩宠。然后另外一个就很深刻的，就是在第一堂在那个广州的时候，有牧者同工的这个聚会。然后当我走进那个里面呢，我觉得很深刻，我就好像我自己这样在里面。然后在服侍他们当中呢，我更深刻的觉得我以前所面对过的，就是他们现在当时所面对的。那当我在服侍他们的时候，就心里面就有那种怜悯，可以体会到他们的心，可以体会到他们成为同工，他们服侍是怎样的状况。然后就有一个很特别的，就是有一个姐妹，她讲她要放弃了，然后她过了怎么办，然后闭上眼睛，然后说方言造就自己。因为我是那个时候我想放弃的时候，我是这样做，然后我就讲好陪你一起。那他就在我旁边，让我们两个人我就陪着他说方言。那他就自己在那边一直过来，然后喊啊，然后就得到释放自由。所以我就看到是圣灵的工作，圣灵在我身上做了一切事情。当我去服侍他们的时候，我可以有怜悯他们，怜悯然后陪他们，然后他们也得到自由释放，这是我觉得最感恩的事情。然后呢，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个姐妹在她有这个叫什么景象，他有一粒东西，他就摸，他就用我的手摸。那他讲为我祷告，讲你自己按手，他就祷告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都短的祷告罢了。然后我也没有按手，他自己按手，后来他就没有掉了。然后就觉得是圣灵自己的工作，圣灵自己医治他，他也自己变成他自己会有信心为自己祷告。然后我就觉得说，他们真的是缺少会为自己祷告，一直像黄美来所说的排队，我们一个人可以重复为那个人祷告几次，但是我们就这样服侍，因为神给我们恩典服侍。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上帝提升我们，上帝提升我们。最后一堂其实我们是在聚会里面，就是包括弟兄姐妹，但是最后呢 last minute 呢，那个姐妹告诉我说没有哦，全部是牧者同工。那我算一下，大概有五个教会的牧者还有同工在当中。所以就是发现说，上帝在这一次的14天的服事里面报道了，从祷告祭坛，祷告祭坛就是祷告塔啊，他们在中文为那个地方祷告，到教会，到牧者同工，到牧者同工。所以是神者在提升整个团队啊，神也在，我相信我们在那边所领受的恩，相信神借着牧师在这里传递当中，我们都同得这个产业。阿们。以前我都是自己在服侍很多的教会，但是这次第一次来参与了这个大陆的宣教，真的是看到圣灵的大能，合一的灵在当中。所以呢，我们所到之处呢，每一个人真的是我们看到的时候都没有什么喜乐，但是呢，一服侍之后为人祷告说，哇，哭的哭，惨叫的惨叫啊，流泪的有流泪，滚在地上的就是躺在那里，一直不断的流泪。所以我们就看到，真的是不是我们装备多少，不是我们有多么厉害，但是一个愿意服侍神的心去了，圣灵就与我们同工。所以就是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我当初2年前我们跟牧师还有这个瑞云，还有一个于马云牧师，我们在他们的家里在祷告的时候，说为中国来祷告，看有什么看见的异象。真的，我们就在那边祷告差不多半个钟头之后，我看到耶稣就是他把这个大陆的板块，他就站在那里，
一个脚很大的站在那里，我就宣告我说：“哎呀，我们要到大陆，真的，今年成就了。”啊，不是今年，去年我们到香港的时候已经算成就了。那就是这次能够真正的进到他们的家教会，去服侍他们，那就是成就了神的旨意。所以呢，那天瑞云生日的时候，我们也在祷告，要送他什么礼物啊？哎呀，牧师还是不放过我们，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发预言的。那我就看到那个潜水艇，哎呦，主啊，这潜水艇怎么要给他？原来呢？突然说这个潜水艇要往哪里去，马上写到中国舰艇，那就是我们中国的方向。然后呢，这个军舰里面会装什么炮弹，会装什么食物，会装什么，会装更多的这些子弹，要去攻击，要去掳掠那些这些世上的灵魂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搭上这个中国的舰艇，要前进大陆去忽略他们的这些灵魂。阿们也是看了说我愿意，知道吗？要祷告说我愿意一起做同工。